奈斯不见了。啊，你们没一起玩哦？我该就是弄东西，比如说我站立，然后弄完回来，它就不见了。哦，我还以为你们还在三坑嘞。没有，该我们的地图裂开，我们要从零开始玩。为什么那会你？裂开？不知道，他突然间他今天伺服器连线有问题，然后断线，然后回去我东西全部不见了。你确定你还要玩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查，我们也没玩到，我们也没有玩到很后期啊。没有哎、欸，我会没有耐心的、欸。还好啊，其实我现在换奈斯开伺服器。之后换奈斯开伺服来，器，房号开好了。我开伺服器，有这种问题就换人开一样。担心脚照片50张，怎么拍？三星鬼照哦，脚。哦哦，脚印哦，哦脚印还好，要50张。那脚给我就好了。拍多人算了、啊，这不是拍个人的吗？每周好像是多人可以一起解吧。哦，这样啊。我印象中，哎，好像彩岩就是算了。太可怕了，这个挑战模式。啊？怎么了？没有，要用出街装备去地那个去监狱玩。哎，不过玩家的速度有变快。玩家的走速有变快很多。那鬼的速度嘞？我不知道。我一看到东西是预设，然后选那个营那个嘛，那个枫叶那个露营地的时候，啊，发现没有地方可以躲藏啊，所以那个帐篷不能卡。太优秀了。对啊。哦，好卡好卡，哦好卡。哦。哦，而且我这边三星了，只剩三样了。加油！我努力。82等，85等，90等。来了来了，嗨！哦，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，那我改回去挑战。好诶。不好诶。本来输，加油是不是？我不想加油，靠你了。最后一个是90等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是烟熏吗？熏香还是什么？十字架。哦，十字架。不是，是十字架。熏香是，嗯，熏香是85等。哦，好，哦，好想好想甩铃铛啊！雷厉风行，无数多。你可以看通讯器那个钉选那边，我有钉起来了。我之前把整个两等那个三等的，我全部都拍出来了。好，看一下62的三脚架，温一季三温度。这个是不是有点难解？但看起来很难呐、啊。就是简单来说，就是你要注意。十有八九是进场就直接裂的那种，对呀、啊哦，没有理智啊，那是一定直接裂、啊。对啊，等一下我去看一下有没有攻略，应该是有证据啊，有证据，但你要嘿，你懂的，你有机会去找那个证据，知道吗？找鬼皇啊，找啊，不知道鬼的速度会不会被调。对啊，就是不知道。搞不好是人快鬼也快，嗯，直接两匹。嘿。Adam 的等级都比繁星低，怎么回事？没有，我刚刚有带一个人，因为他很久没玩，带他们熟悉一下。嗯。不过是500、600慢慢加啦，加上去的。嗯，可以啦。新手局就会断，就会没有。他跟我说他是高手，我说哇，那你带我就讲了一下，他100等，原本100等，我说那你不是高手。原本100等，你是说旧版的时候？旧版的100等啊，我、那你不是高手哦，没有，很快走路就很快了。确实，
OK，没有无线跑。我看了二，我平常看的那个大佬开媒婆影片。哦，看到这些异阶装备就觉得想吐血。屌丝，完了，三阶装备依赖症。当然，那时候我平时都会那么练等，当然就是因为了那些三阶装备啊。现在看回来这些一阶的，真的是觉得我的喉咙有点腥啊，有股理腥智味。裂开，看一下本人的哦。理智裂开了。二楼吧，电我在电走。闸是坏掉的哦，那你，电闸是坏那我的，那就要带手电筒了呢。对啊，带这个，带这个。然后头戴是没有灯的，照片我就不拍了。不用拍了，我们直接找到然鬼后就任走意，了。对，那些平时私下再用就好。哇，这荧幕好小哦，很不习惯哦。习惯了用 4K 大荧幕，对吧？突然看144P 荧幕，看有水中物吗？来看一下。没有给，有杀魔回镜，魔来给个镜，谁塔来？罗魔牌镜，好，来魔镜看。怎么可三能十啊？二，看了就直接爆了啦！对耶，啊，零你吼，这理智零是吼，零对呢。号，这么狠哦！对啊，还有第二个方法，直接吃2罐药，然后看。我们也是零这么狠，直接开裂了。怎么找啊？完了。感谢猫之翼23个月。嗯，你开这台哦。对啊。有，发信有说啊，那我也开一下好了。哦，我没听到。艾登，你在哪里？哦嘿。艾登，你在哪里？艾登。找不到我的。你找不到我，鬼你也找真不到好我。可怕，救我！我们这是有那个。那个，那叫什么？那神仙吗？时间？什什么么声时音间？间？所以他不会等一下，变你神杀了！仙的神仙啊？你杀了！你你杀杀！了！杀！抢门！感觉不快在用右呼吸机边。卡！好，看我每次这种情况下，我都会忍不住发抖。没有，不在大厅这里。他牢房吗？只是在左边牢房哎。等一下，这是谁的光啊，白痴哦！嗯，没是不听是到结他的束脚了？步声呢，是不是结感觉束离了？很远。我刚卡一下，是不是结束不知道哎。了？哎，好，麦克风可以用了。还没结束，还没还没结吗？束，还没，我门走不到能牢开。房了，哎。哇，这里什么声音都没有，我在二楼。这里也没有声音，我们大厅这里没有声音。我牢房吐烟，左边牢房吐烟，牢房前面的那个方形的地方吐烟。就这，那是有十字架吗？我刚忘记看了。没有，没十字架，也没圣木，不。怎么狠？哪里啊？我左在哪边。里？左边我不知道。那哦，个这是食堂。小空间，哦，那边是食堂吗？食堂不是另外一边吗？没有，我迷路，哎，哎，关门，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哪。啊，丢关脸门，吗？关门，对。丢脸的。躲起来，躲起来。
好，我又躲在厕所了。太烈了吧！呜呜！完全没有听到那个什么，完全没听到脚步声。对啊，他走过来应该也都裂完了吧？哎、欸，开了，门开了。你怎么出来了？哦，相亲。那是已经到鬼房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我还在二楼。已经可以开裂了。嗯，我蹲下都会莫名其妙卡上东西。这是什么？你放着吗？嗯？我在哪里啊？哦，我绕回大门口啊。门口站着。绕回大门口啊。Hello， 你好。你怎么也回来了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东西丢一丢。来新东西。走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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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走啊！相机谁的？相机。猎杀喽！猎杀了，我进不去。好。猎杀喽！还是我去看看鬼的跑速啊。嗯，你不确定他的鬼的速度有没有就是速度，对、啊、我说的是，我说我要不要去试试看啊？你，我在里面啊。我的了，那没问题。没有，我的了。没有说你不会被追到的话，那还好。应该可以、啊，可是你要知道，你又不知道鬼的位置在哪里。如果鬼的速度被调过的话，就好笑了。还是要我看魔镜。啊，不是已经找到鬼房了吗？我这边在吐烟啊，在监狱那边啊，牢房那边啊，牢房不能开哦，对，可以开开开，我跟着一等走。等在那里试试哦。会不会等一下不习惯这样跑速啊？可恶！嗯，我会啦。有机会哦。跑速有改过吗？有啊，有调、啊、过。哎妈、啊！门关了。开门。开门。这跟快看广告时间一样哎、欸。啊，是啦。死了！他追到你哦，靠腰！我以为他追到我，他很快耶，他很快耶。摩托一，他有加速吗？看到我们的时候？有啊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超快的。摩托一吧，应该是。速度本来就快，然后又加上还会看到了还会再加速的话，摩托一。可能是他一开始我不确定，但他看到我们的时候很快。嗯，亡魂不会哦。那个咚咚咚咚咚听起来不太像是亡魂呢、欸。我不知道，我知道很快。牢房，哎，这只能依赖奈斯去听。
瞬间加超快，对，瞬间加超快，那个速度。瞬间看到人就明显，我先拿，我先拿、欸嗯。真的假的？我这边、哦、靠腰啊，你手势离开这边。哇，看到 Nice 的尸体，吓到我！玲玲，你先蒙。不知道，我这里没，我在门口附近，我没听到。完全没头绪，在哪？哦，我听，我、哦、看到了，没有听到了。好小声，好小声，我看一下。偏快。没看到人都偏快吗？嘿。没看到人都偏快。就这速度。有没有可能鬼的速度本来就被调过了？迪奈斯说的那个速度，他看到我们的时候不是这个速度，是更快。但我在说啊，有没有可能鬼的速度有被调过？也不是不可能。如果他看到我们就变得更快，有两种可能：一是亡魂，二是雷魂。哦、你要知道，我们当时手上是有电子设备的。我是没开机状态。我有开主战筒啊。看到我们之后就变快。如果假设说它本身速度本来就很快的话，哎，就是有速鬼的速度有被调过的话，那很大几率会是雷魂。那如果原本速度是没有它的本来的速度是没有被调过，然后它突然间它看到我们之后它就加速，可能有可能是摩洛伊。要读吗？我觉得我想猜他原本就是有调过那个移动速度，因为他叫雷厉风行，所以我认为鬼的速度应该有被调过。我猜雷魂。OK， 我们猜一下。您猜错，猜错也不亏钱。对啊。猜什么？雷魂吗？雷魂。啊。我上网搜一下这个到底什么意思。好喽，过分。Phasmophobia 雷。女妖。女妖。所以速度被调了。所以速度，首先我们知道速度，鬼的速度有被调。再来第二点是它的加速。我知道了，该突然想到，鬼撞我，我没死。你没有发现？我刚想起，我没有发现，因为很暗。他穿过我，直接找奈斯。好。哇，其实刚刚应该说是最好找鬼的一场了耶，因为。如果真的早就知道是女妖的话，我们只要知道谁是目标就好了，然后其他人就可以去找了，不是也好像也不用找了，不用找证据，只要找是女妖就好。晚上好。哎呀，好。哎，很难哦。对呀、啊，因为又还是大地图。还是放弃这5000块。我都可以啊，毕竟我们平时玩一场两场已经就差不多这个价格。对啊，所以其实放弃也没有 也不是不行。你们觉得呢？那都行了。那最后一场躲吧。因为我一开始我在他刚更新出来的时候我就有说过，如果他经验值改成这样的话，给5000块真的很少。对啊，他给1万块还差不多。
给背啊，再加2000块，有够小气的啊。嗯，为什么？我觉得奇，那奇怪，为什么我被动了，被推了的感觉。水路还是通魔性吗？好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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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爽。好亮。还有，还知道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，它不是连列。也是啦，如果连列的话，早就死光了，怎么找？对，我吓到我，吓到你还行。还是监狱又比较亮哎、欸，这个光。对，这里直接就是好像被标记起来一样，超亮了。对啊，卡了一下，是不是裂了？啊？没有，突然卡了一下。一定鬼有做了什么事情？居然是用这种方法来确定吗？真的啊，我那时候昨天不是卡了一下，结果他们两个死在里面。也不是不可能。难看路啊，没错，基本上是看不到路。没错，电房又坏掉，气死了！气死了！什么？饭堂？为什么电脑还好的？没知道。手铐哎、欸，手铐哎、欸。干嘛？你很想用吗？因为我想要抢，让我物理驱魔一下。杀回。哎、欸，吃了。左边、啊，左边，左边。啊！不是，又是左边那个牢房。哦，来不及，他们根本看不到他，要脚步声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小，对对对，就是从里面出来的。先放这里好了。嗯，书，帮忙看。这模式就是要11个人，是不是？哎，主线在这里，主线。刚刚也在这边啊。出现一下，出现一下。哎，没有这种。我看到你的尸体了。是不是死得很冤枉？是不是死得很冤枉？啊，不对，我那摄影机，哎呀，放错了。没有，我这边还有，我尸体旁边还有手电筒还是什么的。啊啊！地上有手电筒。完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出去。我想办法找你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你刚看到我尸体啊？我应该附近看一下。差不多又要练了，我先走了。啊，我找到门口了。好好好。哎、欸，练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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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耶！妈耶！去看。关门。我在哪里？啊，我的紫光灯忘记丢下来了。好，我就哎、欸，没看，还是没看到他、欸。哎、欸，好像也不错。嗯，鬼的速度有被加固，那就等于说没办法听力了呢。其实也不是没办法。我不会啊。还是有办法的。我是不会的。可是首先要听得到。我是不会的。录的吗？我去看一下。他应该是把刚刚上一场我们听到的结束，结束了。当做常数吧。我没听到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跟奈斯有听到，
哎，不是这里，那个车孔在哪？完了，这里吧。对。完了，迷路了，迷路了。我在门口，看一下。看 A 人走进浴室，已经放那个了，是不是？什么摄影机呀、啊？对对对。后面十三、十四。我也看是化石，太优秀了。大地图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口呢。嗯，其实你背起来的话，这出口倒还好。我不是。嗨，灯。嗨。完全看不到啊。到啊，没有东西，还是我有一个想法，我们直接用猜的结束这回合，然后我们去玩一般的。对啊，是这样啊。您觉得您印象如何？这没什么问题，就走吧，猜什么？哈哈。嗯，我猜雾影。我会是雾影。为啥？因为猎杀的时候他没有过来找我，我在回房旁边的房间而已。哦，那我猜妖怪。可是没有灵球哎。你确定哦？我刚才在猎发现死掉过后，我去看了、啊。啊，那是说土星那边，我看到他猎杀前我才跑。那预定好了，换了三次。OK。预定好了，你们拆完了吗？拆完就走了。走、哦嗯。走呗。走呗。看不到鬼。真的。太难了，一只装备完千亿。哎、欸，哇，你中了、欸！我靠，哇哦，太扯了，太扯了，这样中350块。我操，禁止开挂，抓到没有？好吧，我刚才收了三个才中耶、欸。模式要调，模式要调啊！对，我还猜了暗影溃烂。你说了三个才中，还是我帮你拍出的？哎、欸，对啊。你帮我排除了，嗯，想说，嗯，感觉会不会是会不会是嗯那种比较不好找人的鬼？嗯，你说雾影的是没有啊？我在躲在鬼房旁边，他也没有过来。因为反正已经死了，我原本以为他是雾影，然后你说不是雾影，我想说哦，那可能是不好找人的鬼一号妖怪。你说不是妖怪没有灵修、啊，那我就猜另外，那我就猜不好找人的鬼二号好了。像我是不是也能猜对？这个我就猜对了，高科技。这才是我们需要的装备、啊。对吗？这是什么？天哪！哎，那个是什么鬼啊？头戴。哦，回来了我。然后那个蜡烛已经有，嗯、应该说是手提灯了，已经有三级了。来。哦。走喽。哎、欸，这张猴爪在哪？我又忘记了。那个这里。厕所外面的柜子。这里。哎。门。守门吗？哦，不是这张啊，另外一张，对不起，六那一张。有 UMF 吗？
我有啊，哪一张？哦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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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丢地上，你开灯。房间里面有丢东西吗？这鞋子明显丢过了。不是娃娃。拍窗，拍窗，马上拍窗。电闸还没有开吗？还没。拿紫光。我去，我去。哦，在地下室。用一下，用一下。谁说地下室？没看到。通灵卡。啊，真的假的？骗子。通灵卡，通灵。你不是镜子了，你是骗子。叫你带，我叫你带。我没听到。我没听到。你要是一个证据吗？一个证据。通灵盒有证据了吗？通灵盒 ，OK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通灵盒，看一下那个摩洛伊。没事啊，走了。那是你来门口帮我放一下，我回去看你的梨子。通灵吧。那请问这个是什么游戏？都是恐鬼阵。好玩游戏、不是摩洛伊。哎，左边76了。77。哎，会不会是少林啊？关灯，关灯啊，关灯啊！讲，里面的神架，啊，这里。我觉得有一点有可能是少林。那是你旁边有东西被丢吗？刚刚没有，刚刚是房间里面的，我在走廊。不好说耶。电闸 EMF。因为我刚刚看见你这一直在79840，然后突然间扣了一点。如果是收零的话就合理，很不确定。车库一个多点。哇！彩烟呢？魅影先生。耶！小蜡烛。对，这个摄影机。它变成，它这个也变成不是消耗品了，老板。哇哦！就不用再花提灯的钱，真棒。我手托灵摆在地上，他拿起来的神血范围有点怪怪的，怎么拿不起来？拿起来了，我刚刚拿起来一次，然后我现在拿不起来了。全部修起来，拿不起。哇，拿到了，拿到了。没纸光，它有时间限制吗？我就不知道哎、欸，应该有吧。哎、欸，没有，不是，反正已经有那个证据了。了哦、对呢，对好，对好，对好，是一个的而已哈。我在干嘛？我在沉溺，我在沉迷。有灵球吗？我是没看到刚才。哎、欸，为什么门关了？门的声音。你们那边有人关门吗？没，没有啊。可是没有灵啊，为啥？我刚听到孔哎。不知道。有梦魇，可以多可以关门看看。哦，对耶，怨灵哎。去测他，拿提灯去测。怨灵是你吗？怨灵。嗯，你在干嘛？哦，他慢慢弄起来了。那他声音，我还以为是什么煤气泄漏。那是放下来呀、啊。Low。哦。Low。要关灯一下吗？我看一下，我再看一次有没有星球。
啊，感谢八步九团，感谢感谢。可是你知道，我现在就在期待你玩泰拉瑞亚吗？因为以前那时候玩那个灾厄模式，就觉得哇，好玩。啊你呀呀喵喵喵喵！哈气很尖。不过还是希望是从原位生存先玩，再玩模组生存啊，不然你到时候玩换到外面来了，原本的模组你就会不习惯。外面土系，动漫。那床头灯是你们开的吗？不是。哦，好。哎、欸，他想玩电脑。我、哦、靠腰、哦！反正不就跟我刚刚一样。嗯，我被哈，变形哈。我只是想，我只是想关你荧幕而已。嗯、靠腰。收到。收音收的是都是一样的声音哦，少五十九，你是五十九、五十八，嗯，谁嘞？梦魇不是不是怨灵咯，梦魇对啊，梦魇啊，嗯，因为旁边还有火。可是他烧的是里面，他烧的是房间里面的。对，我把灯关掉，我把台灯关掉之后才烧的。嗯，他烧的是里面的，可是火在外面。哎呀，是利诺，哎、欸，利诺，是你有吗？睡饱一点啊，利诺，请好好睡觉，睡觉是好东西。喝一下吧，喝一下。那蒙面吧。没有，他会用刚刚按的方向。是。梦魇的游荡范围比一般鬼还要远。繁星嗑个药。还有。黑的嗑个药，然后你就可以进去。是插下去的吗？可以走进去。这个心跳声哦。跑进去，跑进去。进去要干嘛？刀塔、熏香吗？也不用啊。我不然进去要干嘛？跑进去没有？我的意思是就可以无限跑啊，无限冲刺。要扫他吗？要扫他吗？不是剩最后一个那个吗？任务吗？对啊，就剩扫他。好，我扫里面，你扫外面。你先扫，你先扫。好好，不要。哦，卡了一下，应该是烧到了。有有接了接了接了，那我就不用浪费一个。不是卡了，相信电脑卡了一下。相信我的电脑不好。然后这个是新的醒脑丸、欸，这个是等级三的醒脑丸，这是肾上腺素。那空了。这个是看到利诺 doggy doggy 的声音。就是肾上腺素啊，就插下去，你的理智会瞬间回满，不是回满，就回复，然后会跑速加快。猛烟逃了。哦。然后结果发现是怨灵，笑死。我就生气。那就没办法了。我就生气。刚刚还没拆玉林，我就生气。我生气，我气死！哦，好气，好气！为什么、啊？好气，好气，好气，好气！他不在，他没，他有吹吗？没有，还没有吹满三根呢。其实刚刚，他可能他只是正常裂。好气，好气！谁带到呢？好像是我。等一下哦，玩心是你吗？好像，等一下移除，自动添加取消。好了，哎呀，是我！哎呀，是你呀、啊，抓到了，是我啦！
哈哈，是你的。没有，因为刚刚要找证据嘛，要先把那些灯源关掉，然后鬼会比较好找啊什么的。所以刚刚我想关他的萤幕，叫他早点睡觉。结果鬼就生气出来了。那边放一趴的音量都听得到，超级大声。很棒啊。不是很棒，我一直听到回音。不要学我。怎样？害羞哦。害羞。怎样？你害羞啦？脸红啦？这是害羞吗？哎呀。那是害羞吗？那是害羞吗？那不是害羞，那是傲娇。Fuck you！ 哦，你说这个萤幕破掉哦？因为我们的难度是那个、啊、自选，然后把这个显示、啊这个、显示这个关掉，因为我们这个觉得没什么必要了。觉得没必要啊！我天！然后我跟他们玩这个是玩只有一个证据的模式。鬼就只有一个证据，我觉得蛮好玩的，很刺激。Hello， 对，很适合，很适合新手。对，很适合。那你是这样讲的？啊？这男人在攻杀谁？不是召唤针。召唤针跟通灵板两个币哎，你可以看一下这种。啊？不是我吗？不是音乐盒。通灵板，通灵板就是比较靠外边那个白长筒桌子上中间。哦，好。嗯，我动了。没看到。那就不是通灵板。然后也不是我吧？不是我。哦，魔镜啊，看到了。魔镜在哪？哦，这里。哦，你拍。你拍。啊，还蛮好，那么客气啊！好像不在这个，我怕你要像昨天一样一起拍鬼。我以后就以后看到你在我旁边，我说你来，你来。嗯，刚刚外面有到十二，在这里，十三、十二。哦，开始找骨头了。哎、欸，厕所。但是在厕所，不是水深吗？啊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啊、点震的声音哦。八点，哎、欸，有丢东西，白帐篷，白帐篷，啊，白帐篷吗？他往萤火丢，那、啊、还是萤火，感觉是萤火。哎、欸，页面补，补吗？对，萤火页面，萤火线，萤火线。对，这个。就玻璃瓶 ，EMF， 哦 ，EMF， 对五，啊，找猎圣雷魂，那是不是要把手电筒关掉？没有啊，你就让他猎啊，他如果早猎了，我们就知道鬼是什么了。五烂，踩过了，踩岩了，不是魅影，拍一张，我晚点再拍好了。像鬼一样，我去找一下骨头。哦，骨头在我脸上，好。要惨人。见证灵异事件。看一下。点阵换妖先删了。很适合新手接三游的经典。一个晚猎，一个早猎。六张，诶。嗯，没怨灵，刺骨。我丢玩具给他玩好了。没烧灵啊？没有吗？可恶啊！对耶，没有烧灵。每次把玉灵跟烧灵混在一起。没有烧灵。不是啊，没有玉灵啊。嗯，不是 EMF 吗？啊，对啊，点哦，对哦，点阵哈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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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然后完了，老师要扣分了，打分数了。也不是换妖吧？然后没有换妖啊，他没有指纹啊。嗯，对啊，也没有换妖。然后彩岩的也不是魅影。对，哦，不是很像赤鬼，这不是很像，我不是说不是。
对对，不是很像，但不确还没哈气。对对，对，哎，他不常动东西。我是不是听到动？马上听到动东西了。我知道啊。哇、啊，这个声音接收的真的好酷哦！哎，收到声音了，他在讲话。你可以算一下他说多少次话，如果很常说话的话，鬼音的可能性可以往上提。好，鬼音爱谁谁凉是不是？对。哈。鬼音很健谈是不是？他很话痨啊，但是不能完全确定。嗯。你只能够怀疑他很可能是、嗯，但不是一定是。鬼方应该换哦。谢咯。他温度变高了。63、64了，我们还有雷魂呢。嗯，这是啥回啊？看一下铁桶，纯白色的回事。好像就这已经开始纯的白色了吧？看一下黄帐篷，也有可能他不是换的，他只是游荡，因为没有黄眼的。黄帐篷可以躲。九度，一直九度、七度、九度这样。照片差几张？差四张。啊，那我来拍，我来拍。有两坨岩，镜子你拍过吗？没。来，给你。有两坨岩，你们一人拍两张。60以下喽。太晚了，太晚了。那就是 I wonder 主烈烧香，见证灵异事件。他不太活跃。嗯，暗影吗？刚刚他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不在的时候丢东西的？我不确定，因为刚才我是没在那边。哎，是戴斯说白帐篷丢。对啊，我们才过去的。我没有在。营区里面，然后他就是啊，萤火里面，然后他丢东西。有啊，我那时候在白帐篷。手机又没电，是都忘了充电。讲话、啊。想一下。听到又听到魔镜有声音了，等一下。要拿掉吗？不用不用，你就待上面就好。欸，他在你们那个方向欸，我收到声音是在你们那个方向欸。居然。对，我不是对萤火，是对我跟你们的那棵树的方向。还在门口等着人进去，太可怕了！你又不是女妖，很屁哦、喔！而且重点是到现在都没有鬼魂事件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啊。暗影，暗影 ，Is that you？ 暗影，我们的啊，不，没有发音盒，也没有召唤阵，那，对，在你们那边。完了，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叫做见证灵异事件。完了，麻烦贵，麻烦贵，有个麻烦贵要搞。哇，要降到很低耶。如果是暗影的话，是30吗？还是25来的？是35。哎、欸，是35。35。啊，40是什么？奥、哦、妹。不影。不影是40还是梦魇啊？梦魇是关。关灯60，开灯40。哦，雾影35，雾影40，雾影四十，雾影四十，然后暗影是三，是，嗯，好，固定敌列的就只有这两，就有暗影跟雾影，有还有很老的，条件是敌列的，就是梦魇跟差爷，非常老的差爷，对对，其实也没有到非常老啦。嗯，我看一下哦。
差不多五岁了。四十八。不是按你，不是按你。按你。如何速度？吼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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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。听不到哎，怎么听得到？听得到。他上帐篷啊。是正常吗？欸、我没看到他哎、欸。我在上帐篷，我在上帐篷。不是鬼影哦。不是鬼影，不像鬼影。不是鬼影，不是鬼影。声音好恐怖，拿这个还放大声音有没有？哦，店家没装过。对，店家没装过。啊，反正零了。我怎样？上帐篷徘徊。零了。这里。我要回家吗？不用。他看不到你。就待在那边，不用回家了。他有点眼瞎。没有妖怪啊。No yokai。拉帐篷。我拉的。敲位置。大概一直在山帐篷这里徘徊，他是不是眼瞎？有人没有？不是妖怪啊，在那里。不是妖怪、啊嗯，妖怪不是龙子吗？是啊，但是没有妖怪啊。亡魂，我这里剩魂魄巨灵跟雷魂。你觉得不是、哦、不是慢，是常数是不是？走很慢哎、欸，我听起来是常数啊。对啊，走没有很快啦， okay. 对不起。他不会到很快，你不会到沸腾。又来了。最近又在山帐篷那边。Hey，Hello，Hi，Hello，Hello， 好呀啊！你看，是不是很正常？ Hello, 他看到我了，有东西。距离。哦，好诶、欸。哎呀，我忘了要怎么办。结束了。距离，用枪。就是在三米外的地方看到目标的时候会加速，然后到三米的时候立刻恢复速度。刚好听到叉叉叉叉叉叉叉。我们还要主力。哇，麻烦贵。先想。巨灵没有找猎吧？应该。巨灵没有找猎啊。我随便嗑个药就会继续放下。那找猎啊，我们也没找猎啊。只是现在换位置都不对。为什么会有心跳声？我插针。哦哦。他在这边吧？对吗？他上帐篷。靠背啊！吓死我了。谢谢你，炸弹。吓死。我第一次加靠背哦，张嘴。哦，才刚吃，怎么变十一了？被你被第一时间，你被炸的啊！那个灵异事件，谢谢我是不是？对，直接解了啊！还可以怪，来听我心跳声。鬼月上，我就一个放三帐篷，一个拿在手上，看你，搞不好人家突然哈气裂杀，面裂再给你面裂。要再刻吗？先不刻吧。我觉得可以再刻一关，没关系。嗯，再刻一关。耶哈 ！Doki dok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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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ki， 那就可以进去搞了。因为你要考虑，就是他有可能你一进去他就使用能力。然后我们就变成58%。我山帐篷那边放了一个了。你拿的是营地外的还是营地内的？营地内的。这里，来，当我表演的时候了。换你了。你有带圣木吗？有。OK。我想把那个拿出来，它好吵。哎。啊，东升。你继续唱，你就继续。53、52、59 ，OK， 没有使用。
他在我旁边的轰炸筒里面唱歌。可以的，我跟你 say hello 啊 ，hello there，it's me。来解释一下我们现在干嘛、嗯？我们现在是看别人就真的大佬在玩之后，他们说啊，就观众留言来该说，大佬有唯一的缺点就是他有一个天敌，叫做塔罗牌。大佬怎么会死？因为他抽到了倒吊人。对，就是这个，我们现在要用熏香跟十字架猎杀。然后顺便再确认一下他有没有脚步声有加速。一个大佬他抽塔罗牌，一场游戏抽到三张掉的人，可怜呐、啊。前面两关了，没有阻止到，没有阻止到。嗨，你加速。也、好丑哦，他整个头是黑色的。你礼貌吗？你礼貌吗？他的头拉他拉链，拉他帐篷拉链。我教你怎么拉，让我进去，我教你。笑死！没有阻到，再试一次吧。失败的话就不解了。嗯，不要坚持。对，不要浪费时间去赚2000块。哦。欸、好了，那不止2000，那哪有2000块那么多啊？完美200多块哦，要乘6哦，1000多块哦。讲是这样讲啊、你要考虑，可能你就是用了半小时，你可能都解不出来。对，还猜错。你半小时，你运气好的话，搞不好3场歌都可以跑完。您说是吧？对，我运气好，1分钟也可以5000块。那个运气有点小。对，运气不好，3个小时还没5000块。那个运气的几率有一点小啊。就很运气。哎、欸，没事。是我肚子饿的声音。他是他现在在我面前了。哇！呀拜！有本事猎我。没有，你其实可以躲，你可以躲进去里面的。没差。我拿着十字架，你有本事在我面前开猎啊！开猎了。啊！他回去了。因为通常鬼啊，他说。会回归房才猎杀，通常不是吗？不一定，他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是回马上回归房，第二个是直接在你面前开猎，他可以，除了按你以外都有可能。退，好了，黑人出来，因为。我遇过，我真的是很衰，我遇过蛮多次命裂的。他玩直接命裂、比如说你在柜子用火爪，他在你面前。不要说了那个，那根本就没有鬼魂世界好吗？他根本是游荡过来的，又不是女妖、三星脚印是要拍到那个，是要拍到那个什么？对啊，是要脚印啊！我就说脚印很难，你说很简单，我来拍就好，是你抢的哎、欸。改版前他是可以拍演的。哎呀，走喽！改版后提升了一个难度。哎呀，没事了。因为当初我是拍演姐的。哦不，想说你跟我讲简单，我都信了。我信了。我信。两。Yeah， 没有死亡过能力。哦，三脚架升级，我记得是一个很贵的东西。
三千吧，还好，三千还一千五，对啊，哦，三千的，哦，帅，看起来我好像没有办法今天82的，可以啦，很难呢、啊，除非我们运气好啊，你进去直接可以吧？啊，进去直接猎杀恶魔，谢谢，我们走了，走了走了。没有进去给两个证据，哪来的两个证据？等一百年。指纹，好诶、欸。哦，你是说你我的、啊？哦，你是说假？你是说假灵球？对啊，所以我才昨天才说哇，好温柔的鬼哦，直接给点证据了、欸，是这个意思啦。为什么刚刚破图看到二楼灯有开、欸？哦，他藏这样诶、欸哦，可以躲，客厅可以躲。哦，下雨吗？哦，下雨。打雷雨啊！啊，这为什么这么模糊啊？这个摄像机，我是不是拿到假货啊？我觉得、啊，好，开电了，超模糊的这个摄像机。通灵板。嗯，通灵板在左边的房间是右边的？左边，左边，左边的小房间、欸，对，电闸房。你们拍的吗？还没吧？我没有，我没在里面。没相机啊？我没在里面。拍了。哎、欸，骨头我找到了。OK。所以有找到鬼房了吗？哎、欸，没。哎、欸。有人在楼上吗？没有啊。哦。嗯。感觉楼上啊，温度都很正常。嗯。关电闸。不过。好，我去开。哦、巨灵仙山呢？不是萌。哎，我想二楼啊。巨灵。厕所？嗯，什么厕所？没有啦，对不起，又蛮常是厕所鬼啊。我玩的话 ，EMF， 哦是哦，嗯 ，EMF 客厅，客厅关灯，客厅关灯，有指纹灯吗？有指纹灯吗？来了，对他关这个灯，就这里，哦，客厅三度，门口这里。他、啊、没了，来不及了，抱歉。你说门口就好了，我门口啊，我说门口这里啊。好，对不起，我的错。没事的，没事。有其他通灵盒，我还有丢东西，我看一下，闪。又动了一下 啊， 又卡了一下。通灵盒。哦，有通灵盒、哦。嘿，那么快啊？吹一下那个。摩洛伊，摩洛伊，测一下，有人在车上吗？我在车上，六十五七，六十五七，六十。你像摩洛伊吗？五六，不是说跳一个六十，不像，又回六十了，五六，五七，五九，对啊，五六，又六十，没有，七不像，应该不是，五九，五八。六十不是摩洛伊，运动感测器，通灵盒是吧？对，我看灵球，你关注一下。有雾啊，超雾的、啊。通灵盒是吧？没有灵球。有种就继续回答我啊！跑去哪里了？这么厉害！
他真的很运动前有种就继续回答我啊。平均55。嗯。我手酸了，我手酸了，一直疯狂连点，没有误赢的证据。平均你是第25%。我会说有机会是梦魇哦，因为他关了两三次灯吧，好像是。机人吗？我不确定，我不确定。我真的说我不确定，确实啊，梦魇比谁都还是。虽然他不是说开了秒关，但他有关。要克吗？62。我克了一个。没反应，是哪儿？他是回应多人的这个鬼。哎，不是，等，哎，不是，但是还你还在的时候，我就跑进去里面撤了。他有回应。我关的。没反应了。他眼影不睬什么意思啊？红魅影，马萨卡，素魅影吗？这里有速度影响吗？速度影响吗？软魂，只有软魂跟雾影而已。放了两个东西，运动感测吗？不是，哦，电话。然后把那个运动感测放在椭圆中间。变身。哎，雅斯安安。大灯。梦影。关着灯的情况下大灯呢？梦影，没有了。关电闸。关电闸。对呀，有怨灵，可是不像早力啊，白痴，都51%了。有什么东西吗？没采盐，我的运动感测也没有响。我去开电脑。有机会练少，你自己带圣木了。有。哇！幻影，魅影。幻影要拍照，哦，经过了，没有闪，那就魅影了。我照片没拍完，我才拍两张照片。没办法啊，那不没研发要做什么？这家伙丢玩具给他丢。哎、欸，玩具是那个对不对？通灵板。对。
哦，对耶，你可以一直问问题呀、啊。对，课要问那种，一扣比次较扣很少少的，的。对吧、啊？对，每问一次就拍一次，每问一次就拍一次。你说你每可以问拍几满岁？八张。你不是说你几岁拍，你几岁拍这样子满一嘴碎，他吗？啊，动了，然后另一个人雅拍啊，因为思，我们是用文字的，所以要另外一个人拍。这是多少？多少？一，四，嗑药啊，多先嗑少？药。对不起，我现在不会算数。谁？Adam，你负责问吧，九你先二嗑一，高一点，然后哦，一，为了避免你是带我太一五零低，零繁吗？星也再嗑一罐。好，啊？怎么了？好，什么号？好，我嗑药，好，我打针，打肾上腺素，冲啊！行，吃药药，吃药药，走吧，Aden。现在平均59，很棒六十二，魅影啊，他是60的。谢雅最少的是。思。哎、欸，你最近在玩那个好玩吗？我最近看你在 Aden，你问我玩拍。那个啥，吗？还是你拍？你拍好了。都可以。那他你自己跟他，不是他要他问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哎、欸，我买 Aden，我了，觉得我们躲起来问好了，但是我只有躲起捏来脚，拍，捏脚就没玩了，因为其实蛮多人有玩啊，但是我捏完脚就没玩了。对，看一下最少的。这里分数没很开灯烂，吧？大灯啊，这里哦，对，靠腰啊。需年要提灯龄、啊。年龄、死亡时手间电筒给以我吧。至我没手电筒。我死有，我拿。因感觉目卡了一的下，话，靠腰看一下。被哈了。哎，你可以问年龄，问他什么时候死多久，我那时候有一个朋然友，后问明细也可以。他那时候忘死因记也可以，感存觉也档，可以，目就他的也的可以，读笑档话也可在以。好像2个小时问几前岁吧，他吧。崩溃。要记得存档。直接被哈到剩59，那些。1岁。哎，不能。不能。为什么？要再进过才能吧。那走吧。啊？没有了，那走吧，好吧。走吧。没有了，怎么？可以？它不是有洞吗？没有，你要等我再建构才能拍，好像是。哦。没有吧？我记得之前我看他们的是，好多导游，然后他动了瞬间就拍啦，可以啊。那我就不知道。那左边，没得完美。我解锁了800块，啊？为什么你是800块？因为我80等了。让他升级的那个数加800块，哦，你的等级后面加一个零啊。解锁800块，哦。这游戏的钱其实。应该说，他钱给的比较多了。他就钱鼓跟励你精们神，去死啊！What？鼓励玩家多死，这其实喷装备也没有什么怕对吧？对啊，而且你也快升满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我还差3个而已，可是有一差个三，是最贵的。你差三个，你给他去到顶，就是最多也是给你3万多4万吧，给这拿掉。对。3万多4万，我的钱就没了一半多。对啊，就是才一半，我总数量才4万呢、为什么你那么穷？你好有钱哦！你好有钱哦！为什么你那么穷？为什么你那么有你钱？又没有带，你又没有带过妆。我等级60啊，姐，好像也八是，十，我60级啊。好像也是。
你拍了吗？八音盒拍了。拍了，拍了，拍了。地下室。好，我去，我去。我头套又忘记带了。没事。开了。骨头，娃娃房。来的。哎，丢东西。胡奇。我有听到。丢东西。丢东西，丢东西。哪边啊？这个吧，欸、这个鞋子。我读到一下。鞋子吧。对对对，这里这里这里。留给我。留下双面盆。忘了关这门了。呵呵呵，没反应，没有沙皮鼠了、嗯、我也没看到灵犬、oh、但是有可能是还没出三只。看一下温度，丢东西，他疯狂丢东西耶。马萨嘎，烧令，丢差不多哎、欸，我给他丢，把东西给一堆，烧令吗？哦，不行，写字了，写字了。哎、欸，烧令有没？烧人，继续点。还有差爷，比较活跃的是烧令跟差爷的用讲，反正按影先删了。哎、欸，好好丢，好丢又丢，什么没东西放了？我到这里。东西堆堆一起，不对，都丢床上，放丢下面好了，丢下面好了。好啊，我好卡，好卡，物件太多，只关掉，好吵。为什么这样？两个东西把丢到床头上了，好扯啊！赶紧丢。走过如果没有丢，你是少林吗？ Are you 少林？哇靠，这傻小啊，给他玩的太多了吧。拍眼吗？拍眼吗？看他四张。喂，有彩，抓两张，嗯，好，猜一张，好，满了，烧林安安，大爷的话就是，你什么烧林安安，不是烧林，烧林，你是烧林吗？还有烧林。哦，太，小明，你都太多了啦，不用了，不行，不用了，太多了。那看等一下会不会炸掉，然后网路有人断线。我靠，显卡炸裂。还好还好，我的、欸、上集笔记写出来的蛮像那种召唤者的。哎呦，一代米要看机了，一代米我看机了。信者天使，如果是差爷的话，就是尽量不要，尽量一个人站在一个房。这没动作呀，这是差爷吗？他关了。哦，还有他。Are you selling or Thai? Are you selling? 看一下你是。
Are you selling? 哦，他吹蜡烛。你是67/61。Are you selling? 跑进来了，男性，你进去里面，我继续待鬼方。好。哎、哦，请问我们好像没有涂烟的，为啥？我这边还没。1.8，3.2。哎，吹了。哦。起床咯，喂卡比兽吃东西咯。Are you selling? Are you 99? 欸 ,Harold Phillips, Harold 是男生的名字吧。Are you 爷爷爷爷 ?Are you 爷爷刚刚箱子后是这个吗？哎，是你是说哪个箱子？什么箱子？就婴儿房这个箱子后面吗？哦，我说的不是婴儿房。啊，居然那边可以躲。你们可以过来卡吗？我想上厕所。要上厕所。是不是那种猫饲料味太多会害怕？我们刚刚就这个状况，太多玩具它害怕了。小文说：“为什么生意突然这么好？你是不是想要对干什么？”对，是不是玩一玩要给钱？对。在图线。哦，这里听不到，没有感想。还是讲话哎，还是讲话哎。我就讲话哦，有明星。回音。有邪教啊。米米安安，这个时候像鬼的声音，嗯，对，对，烧人，太凶了，爸，镜子，镜子在车上，开灯，开灯，差不多先走了，先撤，先撤，怎么了？一回来就听到什么先撤，先撤，烧了，烧了，烧了，是圣木，不，十字架烧，不是烧灵的烧，正常烈，正常烈。对，是骚灵吗？可能是鬼音，有可能是鬼音哦。他刚刚频繁的说话，收音机一定是收到姿势吧？应该是。那就等猎啊，等猎，等看看他的那个怎样啊。客厅可以躲。我去，打个生物。正常猎杀，刚刚我们都卡了这么久，他都没有，他都还是这个高度，这个猎杀值的话，不像菜野了。
像，我觉得像鬼，也不像，也不像恶魔，不像恶魔，不像梦魇，两个都不像。烧，你们那个十字架烧的房间有开灯吗？有啊，也刚有。那就不是了。对啊，所以说不像恶魔，也不像梦魇。不是不像啊，是不是啊？不是跟不像不是同一个意思啊。不是什么？哪一只？梦魇。对他好常说话、哦，他很像鬼音。What are you mining？ 你喽？怕你们听脚步、哦。好像是烧灵哎。不是鬼音哦，正常速度。我觉得不是鬼音，肯定不是亡灵，不像，我觉得不是鬼音。然后他在后面房间走的时候，我听到很多东西锵锵锵锵锵的声音，很像烧灵。对，他是一个纯纯的话痨。他是纯粹的话痨。哇，他自己把收音机关掉，那么棒，我又开了。谢咯，吵死了。哦，门口烧掉，修起来。现在除了我，还有谁在房子里？我，除了我都在房子里。对耶，娃被乱扔哦。人鬼房的那个是不是乱七八糟？部分。相机可以看看相机。哎，跌了。阿七，这不是练。阿七，我来这里好了。我来这里好了。看他丢东西，用白木哈，好危险啊！还是随时看猎。先把码表打开。那圣木烧了，说一下。好。连丢东西。这感觉就是烧灵了。我看他这个现在他的那个。我发现这么冷了吗？他打雷超逼真的、欸，他动厕所吗？白雾哈，
都是烧第一次而已的吧？十字架没有，已经烧完了吧？哦，第二次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所以现在才烧完。对外面的，里面的已经烧完了。嗯。丢东西耶！丢很丢很丢！要不要烧了烧了烧了！再烧再烧再烧！啊！你们吓到我了！我被你们吓到！你们不是在车库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在车库，我们在车。他还蛮快的耶。哎呦，我烧了，这个、上不成，对，上不成。结束了。因为他有看到我，我有看见他。我操！有一次就好坏哦。因为他看到人之后的那个降速度其实很慢，比如说你可能一秒加速0.2，然后你可能要花2秒3秒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记得好像是快更久，我知道更久而已，但是多久我不知道。OK， 你会花更久时间才降速？你还要拆魂魄吗？不用了吧？哪一只？那个听起来就是骚令啊。那听起来就是骚令啊！我只看到东西被扔到墙壁上去，我笑而已。那太骚了，这小子太骚了。那如果他是魂魄的话，我只能说，你装得很像。哇，这什么都看不到啊！这是关掉了哇那个摄影机，摄影机，这夜视很不夜视。哎，我瞄了一眼，反正那边是说。十字架烧起来都是关灯，现在好像是被改成这样子。十字架烧起来没有哎、欸，刚刚在外面客厅走廊那边是开灯的，因为他烧的房间会关灯。没有，他现在烧好像是全部都会关，好像。哦，对了，十字架是灵异事件就不是，灵异事件是你在的房间。对，十字架，我想说的是十字架。就跟猎杀一样，对他现在一烧，他全部关到了，全关了。没事，有问题可以问，不要有错误观念就好。嗯哼，正常。我们有错，我们有静子老师在。对啊，静子老师。你在攻杀小啦，我不是。我被恭维。老师，我需要课后辅导。成绩故意考很差，只想跟老师。他扛设备啊，辛苦了。嗯，那什么相机？课后辅导是什么东西？你看，又下雨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前一场好像没有哎、欸，前一次营地没有。没有。啊，没带头灯。今天很多下雨，今天。我塔罗牌，我看到了。哪里？在左边这个里面一张桌子。有左边那个有杯子那个桌子。好，走吧。看看。这里。好。感谢你。为什么我在听到 EMF 啊？不是，我听到，好像听到那个帐篷门了。玩帐篷的声音啊，是听错吗？7:46:9。对啊对啊，我好像听到这个有那个玩帐篷服的声音。你们要不要过来看一下 ？EMF 应该没了。哦，7:08。哎，又没了。应该没了，我听到好像是玩帐篷。6:09。还是下雨啊？要不要去别的房间看一下？下雨通常最低到8左右而已。那应该在那个房间了吧？
手掌有人要拿吗？没有吧。哎、欸，厕所。厕所吗？有 EF。有几步啊？最低还是那帐篷那边。感觉就是跑去厕所的，对啊。哦，完了，那我一罐烟都浪费。没事，不会浪费。等一下我赢过去自杀、哦。这里没了，这里是这没了。回一下这里。这路改了，换了那一杯帐篷。韩静，土星，韩文吗？确定韩文吗？没有，土星而已，土星而已。哦，土星而已，是不是？换一下灯。完了，我找不到我鼠标，找到了。欸，这个游戏不知道为什么鼠标。你不觉得它需要两个？里面丢东西。它需要两层吗？一个白，一个黑，还是怎样的设定吗？真的，我常常都找不到我的鼠标。对啊。哦，有洞，我卡了一下。没有关系。对，它一定有丢东西。厕所鬼。有他只有当厕所。我看到了。哎、欸，我在营地外吐烟。我在这吐烟呢。我，你是乱混吗？来测一下温度。乱混。哎呦，乱混！啊，他换了。嗯，我没吃饭。哎呦，乱混，完了！换到还有一个人吗？哦，不对，换到外面来了。对，这算萤火吗？哦，算萤火是。怎么一直换呢、啊？会有毛病吧？哎、欸，你只剩54了。他关灯吗？真的好像是他关灯，不是电塔关灯、欸。为什么那是你？哎妈耶！裂！快跑快跑快跑！加速！这是加速的声音吗？完了，这没地方躲，我死了。哇！早裂哦，早裂哦！我刚好说54，刚有加速，可是这个加速，会是雷魂吗？嗯，对，它是其实是绕左边没什么电器，然后从厕所方向走出来。哎呀，里面有哪一个帐篷是可以卡的？蓝色，绿色，最里面那个，对。哎，等我们先磕一关吧。好喂，可以吃面了，哈哈。它是有点像雷魂，没错。对，我也觉得有点像雷魂。早裂就1、2、3、4、5、6只啊，5只。哦，暂且6只。
他不能把灵魂排除吧？可能他模仿找内鬼的。对，可是看一下有没有灵修啊。底子够不够？我架了一个可以看营地里面的。哎、欸，我刚有之前看到那个是没了，是点阵的那个光吗？点阵的光吧，我这里没看到灵修。刚一瞬间好像有看到，但是又没了。环境架这个位置超棒的，对不对？超棒的！我刚一吐烟，马上放下去。没有，没看到点，没有看到灵球。你看的这个视角是我放的。哦，你放的吗？这个？哎，这是蛮，我不确定耶。没差，反正就是没看到灵球。反正就是很棒。对，很棒，很棒，没灵球。好棒啊！没有灵球，你完全完了，挖进去里面了。玩屁哟、喔！是猎杀吗？猎。我要去听。长速哎、欸！哇，走很慢哎、欸！我身上没有电子设备啊！哇，没了，结束了。对，我没有看到他，我听不到很，我听不到很多那个声音。你有毛病吧？大声、哦。还是烧你吗？对啊，欸、他在丢了。他找猎呢？哎、欸，对耶，对，他找猎鬼耶。对，确实很有你会你说烧灵可能对耶，学烧灵干嘛？安安，我就是你有毛病啊！他在你的帐篷，你有毛病哦。猎，好像还是一样哎、欸。是不刚一瞬间？有一瞬间。这换人吗？换人吧，就是换人。就是很换人。再等多几次，我觉得再等多几次。他很换人。再等多几次。你说在看他有没有闪？有可能离婚，有可能是离婚。对，再等多几次，再等多几次。他离婚的话，每三十秒到两分钟会换一次形态，至少要等一到两次的猎杀。我先说他不是离婚，离婚肯定不是，因为他该在这一坨电子设备那边躺住。我在我的门外放那个电子设备，我们没听到驾驶。还是那时候他猎的时候刚好是四十多，其实不是不可能的。哎、欸、，nice， 你看这个，这个椅子上面，对，他刚丢出来，还是你丢？我、欸、靠腰，不是我丢的，猎了，一样，他丢的，欢迎。哎、欸，哦，我看一下，还没有到两分钟，可以再等一下，我觉得，好。要扭个头真的不轻。赵尚杰在哪里？那个营地，那个那萤火的路口，好远哦。我们结束了。哎、欸，哦对啊，路口。晚安，晚安。那已经几乎是头跟尾的耶。
又来，啊、鬼呢？还没点，还没点，还没点。拿球丢他。我完了。出来。裂了。如何？还是换你吗？换你。那就换你咯。你是说因为他闪烁的很慢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你扭个头，你不知道他去哪里了。哎、欸，我在看他们变形态。靠，一路转弯呢。来帐篷。没了。可是他很欢迎，但他早恋这个点让我很疑惑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我刚刚就说了，有可能他是。哎，他当时猎杀的时候刚好是出到49，就低。我们两个人的时候，你进去猎杀是56，哎，真假的？我看到是50几，What？ 可是他很幻影，我知道，我看起来很像幻影，懂哎？对，而且也没有看到09。不管了啦，换你走，换你 go。OK。换你 go。go。然后出来一会儿，嗯。输的好惨呀。你和你没办法了。换你，是你吗？是你吗？是。还好。啊，不对，我扣50%。不太好。那最后一场吗？好，就休了吧。最后一场，最后一场。我要去动东西耶。那我们三个人继续最后一场。OK。那你们先继续，我先动东西。好。哎、欸，最后一场我们继续玩 MD， 嘿嘿。最后一场当然是要玩营地啊，这样子明天就有头戴三等，好诶、欸，下雪耶，好诶、欸，好不？你们看到土寒气，为啥？吐了。好了，我们两个到了、嗯。我看到我吐了。丢东西？哎、欸，丢东西。秒丢。好。暗影，拜拜。开灯。3.6，要叫这，要叫人。我对这边的东西不熟、哦。是下雪天，但不确定。没有塔罗牌，没有魔镜，没有娃娃。没有召唤阵。没有通灵板，平均是比较低的，而且完了，那是我不知道猴爪的位置。猴爪在砍木，木头，哦，那边。OK。什么？bug 了是不是？没可能。哦，托尼喝了。采盐。带骨头。去吧。我没有相机。哪来的？骨头在哪？砍柴区没有猴爪。好、哦。我去拿，我去拿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诅咒物来着？音乐盒。哦，对，音乐盒没看。看一下、啊。埋在这啊。是音乐盒。我不小心先捡起来了，抱歉。啊不。音乐盒，我靠，整个都是泛绿色的耶。
你怎么整个泛绿了？我刚听到他拍木头。哎，不对，这是音乐盒关合时的声音。哎妈耶！实体。天死！暗影吧，我没看到的东西。实体，实体。实体吗？我没看到哎、欸。太暗了吧？可能我刚有那个电筒。妈耶！太大声了吧！我是赤鬼。秋瓜。很喜欢鬼魂出现的。木瓜丢在哪里啊？啊不对，射完通灵盒，对吧、啊？我理智哦，没有，很正常。那个什么 ？OK， 收音机时间了。杜爷有怨灵耶，还有鬼照啊。我没带相机，而且那个照片还没拍满。嗯，在路上，在路上。喝过药了吗？你们还没？没。你们这么勇啊！战地记者。好了。你们刻完我才敢下来呀、啊！58、59。门扣一下，差三张。嗯，哎、欸，我扣了63了。烧灵吗？我刚听到很多声音哎。66、67，等一下来拍个照。我刚刚听到很多很多声音哎。来，手机。啊，拿你相机。谢谢姐。刚好三坨，你有心。哦，这个。哇哦，六 Q。没有，是我。哦。我觉得很烧灵，刚刚我听到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感觉。很多东西，少林，我看到两个东西，这是我亲眼看到的。少林，我会一星两个，但是也有可能是软魂的，可能要看，还是要看一下，确定没有灵，没有那个灵修哈。我刚刚很是不是要往后绕？往后，等我加一个新的东西啊。我非常清楚的看到有两个东西被丢，所以。目前选择的选项是拟魂、烧灵跟软魂。好，加好了。喝水。没有看到。没有看到什么？灵球，嗯哼，嗯，谢谢你。好呀，没拍到。我调整一下。哇靠！又来。拍到了。哦，牛哇、啊！没灵球。离婚先删了。再来就听脚步声就可以了。烧了一次，烧一次，嗯，50以下，
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刚刚我说的，我看到两个东西被丢，肯定，所以要么就是卵魂，要么是烧灵，还有泥魂。没有灵球的话，剩两个。嗯？就是刚刚在我旁边。对对对。嘿嘿嘿嘿，哇！长树，烧灵。你怎么离我越来越近了？你冷静一点，好吧？你觉得笑？狗狗狗狗！哇，我很丢，对，我帐篷，我帐篷里面的东西都被你喷出去了，你可以冷静一点吗？看会把你砸下来啊！我范围超广，那个丢人。对啊，因为他是烧灵。烧灵是你，球被丢出来了，那不就是那个吗？投篮机最后的一颗球，然后丢进去。烧灵可以走了，我的理智怎么变零了？你没啥用能力吧？一直一直丢，一直丢，一直丢，丢到零了。怎么了 ？Nice， 在想什么？来看灵球，专心一下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个那是一定是一定是烧灵。我看到两个东西，到现到到后来他猎杀的时候，已经超过两分钟了。啊，对，已经超过两分钟了，所以肯定是烧灵。马表抓鬼人。啊，马表，我没有用马表啊。没有啊，走啊，好啊，走。我没有马表啊，因为完全可以确定啊，一定是超过两分钟啊。你想一下，我看到的时候是你们吃完要走进去。盐。哦。哦，那就这样子啦。感谢奈斯，哎，还有一个不见得已经把声音关掉的 Aiden。哎，这就是一样，这是我说的。我本来今天在想说要不要开，因为其实主要 carry 都他们呐、啊，啊，我也是在慢慢跟他们学嘛。你看，像刚刚讲的听脚步声。然后看鬼的闪烁啊，还是什么的。红原安安，哈卡安安。哎，抱歉啦、啊、抱歉。等一下要陪菜渣玩，菜渣已经三天没玩了，然后去陪菜渣玩，所以等一下直接关台。好了好了，也感谢把不揪团，还有稍早是，想一下谁哦，谁？我只有把布吧。好啦，就这样，感谢各位啦。啊，之下有再带带几个就是回归玩的那些，但是只能玩中等，专家我还怕带不动，所以都只能玩这样子。好了，感谢大家。啊，温阳怎么关台了？可恶！温阳关了。好啦，大家晚安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等一下，还有30秒，不然我们30秒后关台。啊，蔡丁丁安安，果子安安，水母安安，李仁安安。啊，对，还有雅思，感谢雅思抖内，让金额好看了一点。会有抓鬼考试吗？有啊，其实昨天他有问我一些鬼的特征，然后怎么判定这个鬼，有的没的这样子。拜拜。